太平洋医材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医材创立于1977年，总部位于苗栗铜锣科学园区，主要产品为医疗耗材及仪器仪表，自制逾600种多元产品，销售至80个国家，提供由产品设计、验证、生产、灭菌到出货的一站式完整服务，建制 TAF 认证高端实验室，是国内唯二具有 EO 环氧乙烷测试的医材公司。豪华型尿袋、重力式胃食袋及伤口引流系列等多项医材产品市占台湾第一，核心产品密闭式抽痰管专利高达70个，于德国、韩国等多国市占第一，在全球密闭式产品市占10%，为全球前三大供应商。太医除了掌握产品设计、生产、灭菌、法规取证、销售通路等能力外，我们坚守好品质的口碑、负责任的态度、稳定的价格，让我们长期在国内外医疗市场中享有好名声。太医具备多元的制程能力，一路上我们聆听客户的需要，贴近临床需求，以便开发出完整的产品线，得以应用在不同的医疗情境中，提供解决方案，进而值得拓展我们太医的竞争力以及稳固市场定位。成立46年来，太医致力要让在第一线医疗战场上的医护人员都能在照顾病人的同时，借由太医的产品提升医疗效率及安全性。公司发展46年来，规模一步步茁壮，各部门也都面临到交棒后如何成功地将长期为公司打拼同仁们的宝贵经验完整地传承下来。但是要让每位同仁有意愿且有系统的传承专业以及 know-how 是不容易的，因此近年来太医投资多项数位化系统，让研发、制造、业务以及生管等关键部门都能数位化系统升级，进而之的传承专业，提升管理及分析效率。这是获颁卓越中间企业奖，是给这46年来在太医成长路上投入心血的每位伙伴最大的肯定以及荣耀。我们会继续让太平洋医材的产品深耕台湾，放眼全球，成为每位在第一线医疗战场上的医护人员可以信赖的首选伙伴。愿太医在研发及生产技术、品质管理、供应链关系、客户服务等都能各方面不断精进，持续稳固核心价值，让太医这个品牌永远都能成为各合作伙伴不可或缺的首要选择。太医用心，让您安心。